黄色泰坦已经升级成五头泰坦了，再不找援军，我们就要败了。这里就是投影仪人的基地了，他们的实力远超我们监控人。就这里了，都没装个门铃吗？自动感应的。好家伙，这家伙长得可真高啊！哦，这里好威严呀，还有左右两大机甲护法，中间那是他们的泰坦投影仪人吗？我去，也是鎏金的，不过是蓝紫色的。我不得不向他下跪。我此来有事，能？他好像明白我的意思。不对，不是这个刺抓电视人，那是我们的盟友。不要！不是所有的。呼叫总部，感觉我们引狼入室了。